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上了大学才知道，大学生活也没那么好。虽然大学一上午只有两节课，但两节课就是一上午啊。只要专业选得好，年年期末上高考，填志愿十手一抖，年年期末累成狗。大学谈恋爱确实没人管，前提是你能找到对象啊。不会真有人以为高中没对象是老师不上吧？哦。大学不分文综理综，但是有大学英语、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 C 语言。大学有棵树叫高树，树上挂着许多人，树底有座坟叫微积分，里面埋着许多人。哦，以为到了大学就能逃课，但是逃课必点名啊。室友不一定是好朋友，也有可能只是住在一起。女寝室处的好是小时代，处不好就是宫斗剧。男寝室有四个儿子、四个爸爸、四个爷爷，请问这个寝室共几人？哦，不是交了学费就能上课，有些课需要抢手速，要快，网络要好。大学一学期等于16周幼儿园加2周高三，到底是你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你？都看到第27期了，你怎么还不3连点点关注？求3连。